不及待要开箱。因为我是回购的东西，趁着吃的机会一下子全部买完了。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些好用的可以买的东西，就是要买小圆圆的餐具，然后这个也是我回购的东西，这就是牛油刀，真的是超好用。然后一个短上衣，其实是有点短，但是裤子穿比较高腰，好暴露了我没有胸的缺点。这条裤子我比较喜欢，New one, yes.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ffi 瑞斯，最期待的淘宝开箱又来啦！好兴奋哦，因为这次我买的东西是我一直心心念念要买的，这次终于将它们淘回来啦。这次我用的是这个斑马集运啊，看起来还蛮整齐的，我们拆开看看里面怎样。我不期待要开箱，我真的有惊喜到，因为我21号才安排寄货的，然后现在25号就到了，从中国寄回来才4天而已。其实我买的东西有一半是我已经知道是什么的，因为我是回购的东西，一直心心念念要买的，然后就趁着这次的机会一下子全部买回来，因为这些东西只有淘宝才买得到，而且价钱也 OK。 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觉得挺好用的在淘宝可以买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用斑马机，一开始我就在淘宝那边 order 了，然后我就讲到把我的号码填在他们的 system 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update 你那个包裹已经收到了没有，如果收到了他们就会拍一张照片，就是每个小小件的东西你买他都会拍一个照片给你看它的重量是多少，那你就大概会知道它的重量和邮费是多少，然后再安排寄回来马来西亚这样子。然后付款的方式也不会很难，可以直接在他们淘宝那边付款，或者你也可以用我们的银行户口来 transfer 那个钱给他，如果你有用微信的话你也可以在微信直接付款也是可以的。这个是我这一次淘宝的最大原因，就是要买小圆圆的餐具，这个是回购的，因为我之前用到很好用，它这个竹纤维的碗碟，上一次我在他们家买的是这样子的，我用的超好，你看它的质地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纤维啦，因为它们没有漂白嘛，它比较健康，它是用比较天然的成分来做的，就很舒服，会说很多卡通很凌乱这样子影响他们吃东西，所以我就这次买了这个，还有一些大碗，而且我觉得它颜值很高，又不会很难洗，因为有一些小孩的餐具我不懂为什么很难洗的，洗来洗去还是很油这样子。之前我有买过类似的东西在宜家，但是全部都裂了，所以这个竹纤维的盘子是大腿。然后第二个超级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毯，每一次我拍影片我的地毯有经过或者闪到给你们看到，你们都会问我在哪里买，这是真的是超级好品质的，后面是这样子 rubber 的，然后这里是粗这样子，我觉得挺好，但是它有一点重量啊，所以寄回来会有一点贵，但是它的价钱不高的，在淘宝卖看你要买多长啊，不同的长度不同价钱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回购的东西，这就是牛油刀迷你菜刀，希望我买它是因为它的颜值高，然后很流行嘛，很 in 风嘛，但是用起来之后觉得真的是超好用啊，因为我是用来切牛油的嘛，它这里的厚度切牛油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方便，就不用这么吃力就可以切了下去，我就回购了一个这个牛油刀。如果找牛油刀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牛油刀也很便宜，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牛油刀，是拿来涂 jam 的啦。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话，当我做杯子蛋糕的时候我都会用到这个冰淇淋烧汁，这是我买了三个不同的 size， 因为我很喜欢将这个 ice cream scoop 挖那个面糊，然后倒去那个杯子的模具里面，这样子会比较干净，不用怕那个面糊掉来掉去这样子。然后买了一个我正需要的汤勺，这个汤勺可以掉那个表面那层油的，没有用过可以试试看。这个很方便，就是煎好圆形的烘焙纸，可以直接做蛋糕的时候不用剪圆形，就这样子放在下面。然后我买了两个板，就可以买摆设，将食物那些放在上面，超级好看。这是我的斑马集运出
体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整个过程都很顺畅的，因为他们会帮我拆完所有多余的包装还有盒子，然后拍给我看你们再打包，就省了很多时间处理垃圾还有拆那个包裹。我真的讨厌那些箱子啊，大一大堆。这时候买了很多假指甲，这个假指甲直接用 glue 贴在你的指甲上面的，它可以好像 sticker 这样子粘住，可以耐到几天这样子啊。如果你有去什么 event 啊，或者要美美的指甲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再拆拆了，这样用这样子重复使用的。我也买了一些指甲的 sticker 给小圆圆，他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贴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有买到比较贵的东西，或者你比较担心它会有坏啊，或者不是你想要的样子的东西，你可以叫他们帮你拆包裹来检查的。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单卷的模具，我担心它会有火花或者开关的很不顺啊，这样子我就申请了叫他们帮我检查这个模具有没有问题，然后他们会拍照给我看，看了 OK 没问题就帮我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保障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蛋卷，吃点你们可能会看到我做蛋卷的视频。这个蛋卷膜看起来不错，刚才试了它，这样子也可以站得很稳，不会翻。然后它还有附上这个卷蛋卷的这一个很长的一支东西。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小圆圆的内裤，在这里好像很难找这个是脚内裤比较好看的，然后 quality 又不错，可以给小圆圆去上学，因为她穿裙子嘛，怕她走光还是怎样，所以我给她穿四角的。接下来是衣服，我买了很多浅色的裤子，还有上衣比较 casual 的啦，你们要看吗？第一套是一条短裤，然后一个短上衣，其实是有点短啦，但是裤子穿比较高腰 OK。 这一套看起来蛮顺眼的，不显胖。这一套就也是 OK 啊，但是我觉得这衣服太低了，就太低了，暴露了我没有胸的这个缺点，所以可能要穿一个内搭。然后裤子比刚才那个短一些，这套是买来平时家里穿的，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蛮舒服的。还有这一套也是买来家里穿的，是这一条裤子我比较喜欢，蛮舒服的，看定也 OK 好看，这衣服的布料也 OK。 不得不说他们的寄货真的是超级快，而且收到的时候你们也看到他们的包装是有多整齐，是不是？新户口注册还有199的优惠券哦，如果你是空运的话是免套的，然后你买的东西可以存在他们的库藏那边90天是免费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比较快到，有些东西比较慢到，你可以全部聚集在一起才安排一起寄过来。他们的 app 哦可以全程跟踪你的物流的轨迹，可以看到了哪里呀、啊，已经到了 transit 啊，然后到了 Malaysia， 然后就到你家，这样子就比较有安全感。如果你有用微信的话，当然会比较方便哦，可以直接跟踪他们的 app 啊，然后他们。就是你每一个包裹到，他们也会通知你，让你知道，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也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微信那边问他们，他们会回答你的。除了淘宝之外啊，他们也支持阿里巴巴、拼多多还有其他平台的转运，就是你可以将那个东西寄到去他那边，他就可以给你寄回来了。因为是系统下单，所以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你的运输的轨道，然后打包包装啊，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包装啊，那边有 option 的给你。你要海运啊，你要空运啊，也是可以选择的。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斑马集运的二维码，你可以直接 scan 它来跟踪斑马集运，然后就可以 log in 你的户口来使用了。下面我还会附上他们的 website。如果你没有微信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他们的 website 来用他们的服务。当然用微信就会比较方便，因为你跟他们成为朋友了嘛，有什么任何东西你可以直接问他们。但是如果你用他们的 website 也是可以使用他们的服务的。 New one New one Yes。很明显的看得出不同价位的假指甲真的有差别，这个9.9人民币的指甲就很不自然啦，我觉得很假啦。然后这个是29.9人民币的 OK 还好，但是你看看这个53人民币的真的很好看耶，我觉得超好看的。好的，影片就到这里啦，下期影片再见，拜拜。